乐眼牛排，乐眼牛排跟现在有这个跟纽约客不一样，就是纽约客的这个筋比较多，都是瘦肉。那乐眼的好处就是煮下去呢，又有肥肉跑出来，香又有炭烧的味道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准备腌，等一下就用炭火烤，非常的好。哎，不知一树高明哦，对不对？厨艺，厨艺也是一流，一流可以吃而已啦，混混吃一下是一流。好，来腌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要摆盘的，先来一个这个，然后这个设备齐全，因为这个肉它有厚度，所以为了里面要熟跟这个嫩，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温度计要插到肉，插到肉里面的，一定要。有有有，这里有，你们有吗？有哦，你们也有。哦，好，很好。然后这个也是等一下摆盘，这个叫做螺丝玛丽，叫罗勒叶。这个要怎么样？这等一下就是插到这个肉里面，有这个俗称，中文俗称叫迷迭香。迷迭香就是这样。小说里面才有哦，迷迭香。好，那我们这简单，其实好的食材呢不用太多的这个腌制，对，这个简单的胡椒盐跟一些香料就好吃了。但这个有一点诀窍，跟这个牛排有点战斧不一样的是它厚，所以其实你不要怕上面这个撒这个东西，因为它会吃进去，等一下才有切下去才有这个味道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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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这一颗一颗的这个盐就这样子扒在这个肉上面，吃起来就是每一口都有这个香味跟这个炭烧味，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这个是主要是比较说南美跟这个巴西。巴西人喜欢吃这个，对对对，因为美国还碰到这个，对，靠这个师傅，哦，讲话没有关系啊，讲话没有关系哎，美女来了，对，巴西出美女啊，美女喜欢吃战斧，对，是不是？去过吗？没有，但是认识巴西人，哦，对 ，David 介绍很多的那个。他比较了解这一方面。想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巴西人喜欢吃巴西美女特色。巴西每年都有一个嘉年华。哦。对，讲到重点，巴西嘉年华会。为什么讲到巴西？因为我们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战斧。好。可以讲话，没有关系啊。哇，这个你看过吗？啊，看过吗？有啊，有都吃过了。没看过他表演。有啦，都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对。吃过。吃过了。其实我们就是通常师傅在里边，我们就不太想要去接触哦，因为呢，只有他会，每次就是由他来就好。不是，因为学了以后就要。动手了，对不对？接手，聪明的人都是在旁边用嘴巴比较快一点，吃就好，为大家服务一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机会不多了，也不多，对，尤其叔叔来，如果你没有在这，我大概今天也不会出现，今天也不会出现，对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特别了。这个
真的有特色的，有特色，对对对对，才能够做这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我这不是餐点，这是应该在美国算正餐，正，对对，对，我们这是主餐啊，主餐，主餐不是正餐，而且有双主菜，哦哦，双主菜，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那个肉串也算了，哦，是是。其实多吃肉好，蛋白质，因为蛋白质这个流失之后就很难再回来了。那我们这个以平常的人的饮食哦，太多的这个淀粉跟脂肪，那蛋白质多补充的话，对身体是好的。力量上，力量，男人后面的战斧跟。这个是什么肉？这个叫做乐眼。乐眼，那两种的起温度应该是不同的。哦，两种的起温，哎，起温度一样，但是结束的不一样。等于说，跟设几度去预热？这个就是说，这个英文叫 trade secret， 中文叫做商业秘密。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说呢。靠经验，简直说简单来说靠经验，靠经验。味道不是有香味的时候就拿起来就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哇，这个很好，等一下叔，对你等一下直接拿起来啃，就是这一根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台湾看不到，所以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看到也不会这么近距离。是。对对对，是近距离这样子，等于说表演。来表演，他们都像我们去，都演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像我们去常去这个拉斯维加斯啊，哇，这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表演，一般是有门票，然后也会塞小费。意思是，意思是等一下那个 Dennis 会，哎呀，真的是为大家服务，这个是我的这个男主人刚好被抠去，男主人，哎对，救人比较重要，我们这个是享受而已，享受生活，男主人不是在。男主人就是怎么讲，成就，很有成就。医院是不是全美国，是全世界排名的第二名的医院。哦，等于说他医术要够好才会在这个医院。你待过啊？啊，我待过。不是待过，我都离开了，已经不想在那里了。又被高薪挖角，挖角那一对，不是高薪挖角，只是排名第二。对对，大家都只是混口饭。医院没有没有，当主治，当主治混口饭吃而已。所以你们这些医生，能文能武，能啊，能文能武啊，能文能武。尤其是这个吃的方面啊，哦，吃的方面，哎呀，美食美酒，享受人生，就是这样子。美人，而且哦，这些主治医生的背后，都有一双手在推，都有在推。每天就是回到家，好的贤内助。成功男人的背后要有很。贤惠，又有这个美丽贤惠的老婆。那我现在想特别在讲，要不然他出门一出去就这么久，在家谁要做，对不对？非常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要让他休息一下。所以刚刚马杀鸡已经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是说，人家说泰国式的这样子，拍两下，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现在两个
体温等一下会。现在就是用，等于说双手的温度先去感受一下。等一下机器。要不要先把脉啊？把脉啊？要不要？不要。没关系，因为差不多也没有再活了，所以也没有脉搏了。好，来了。很多人这个每个人煮牛排就像每个人在煮卤肉饭一样，每家都有不同的这个食品。那很多人他的会批评说为什么用黑胡椒，黑胡椒在烤的时候有些人怕会有苦味出来，但其实不用怕，你就是要它的炭香味，人家喜欢的就是这个炭香味。对对对对，炭香味等于说这每一粒胡椒都被烤焦了，不是胡椒每一个都被这个火这样子造访过，所以当它到嘴巴去的时候，每一个都带着一个故事，然后你吃下去的话口齿留香，就是这样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美食就是我们讲的色香味俱全，好吃以外也要有这个让人家有这个手指大动的感觉。今天呢？这边准备这些肉恐怕不够。不会，这样子吃，因为我们今天有，刚刚我们的 David 跟我们介绍双煮菜，所以俗称叫做 Twin Turbo 双引擎。Twin Turbo 出来的这个动力加强，对，双引擎以外还要八缸 V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V8 八缸。我跟你讲，下去哦，大家都追不到你了，往前跑，尾灯都看不到。好，差不多，那我们就让这个肉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就来烤了。好，那我们录一个暂停啊，进广告，进广告。